其实这样就可以达到教学目的啊，就是其实效果是一样的，大家可以这都可以做出来，或者是再简单一点的。像其实刚刚的 SmartBoard 的，其实 Office 都可以做出来。好，就是把它弄得像那个百万大歌星有没有？好像贝克属相，然后杜甫做的，他们贝克，跟那个百万大歌星一样，把它字先遮起来。其实它这个只是用那个动画，包括动画，对吧？好，然后第一个字，然后就选择开始背。好，这是在。